辈出，号令江湖。时有东海一脉，乃沈浪与王莲花之后人，凭借其绝世武功，独立于江湖之外。但龙鳞寺一案，却获得东海之主沈沧海仗剑出世，独闯天牢，救下忠良之后。朝廷震怒，进出大内高手一路围追堵截，以至于奄奄。危难之际，沈沧海发出孙子令，白玉金率众人来援，但双雄相见却是惊天一战，白沈二人胜负成疑，更从此消失于江湖。全龙一手，方龙香攫取大权，在武林中掀起滔天血浪，终将青龙会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土豪要开始反攻了，土豪，哎，完了，输了。谁敢拦我太白挑事？应该输了，输的。说吧，是不是赢两局了？他是不是赢两局了？说吧，怎么整吧我？我起码看到四个地方，我知道他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找机会那个的。我还是实力雄厚，反正他可以，他的机会很。你看我的名字，鸡兽，多么好听，多么的有诗意，多么的有内涵。你们说我明天是当捕快，还是当土匪，还是当镖客？贼人休走！我他妈二等！贼人休走！后面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真的捡过吗？你捡过这个吗？对呀，你不是放弃我和妹子上场？之前的那个猴子好像没看到，你卡了吧？感觉这个鱼是谁？陌生啊，陌生人。阿尼，你想来虐我吗？来，不进守一区十五房，十五区。我去送猴子。或者你过来换换呀，这个人我不认识。退出，我想一下进来的方面。二十五，不进守一区，十五桌，快点！
好，你想好了没？换季三五。我到来，这个是谁？阿尼亚。测石头城。来。你是不是高手啊？你是高手来虐我的。一点剑意千川秒，两袖白鱼万仞遥。好会玩啊你。好会玩啊。谁来杀你了？没人。谢谢洋洋七七送的给主播的一个小猴子。有人过来了，拦住他！不速之客，谢谢你滚出陈剑池。